位在遥远的东部山区，芝本溪的源头有一个地方，溪水清澈见底，蝴蝶满谷飞舞，奇岩异石鬼斧神工，令人赞叹。此处是排湾族猎人口中传说的禁地，在此处活动千万不可以吼叫或是嬉笑，要不然天空马上就会下起大雨。为了探访这美丽而充满魔力的秘境，我们大冒险家外勤队决定了这一次的远征计划。现在就让我带着您一起窥探这片传说中的禁地吧。揭露猎人口中相传的神秘而危险的禁地，大伙起了个大早，不是急着赶路，而是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回到那曾经齐心合力努力重建，代表着排湾族精神的祖灵屋，希望在祖灵的庇佑之下，拍摄顺利，人员平安。好巧，在这儿我们碰到了李大哥，正在照料重建过后的祖灵屋。在我说明了来意之后，李大哥马上就为我们向祖灵祷告，因为在我口中说的那个地方，连他也不曾去过，只听过老一辈的说，那是个充满禁忌而又危险的地方，所以他才会那么的紧张和为我们担心。不知是否老祖宗显灵，一阵膜拜之后，大伙心情豁然开朗了起来。在李大哥的道别与祝福声中，我们外勤队不敢轻忽怠慢，赶紧加快脚步往目的地大峡谷出发了。路行至此，路况是越来越糟。原来自921大地震之后，我们的向导蓝宝就再也没来过这里。原先我们所担心山崩的问题，终于还是给他碰上挖粪坑的。在大伙的同心协力之下，我们终于将崩塌的路面修复完成，如此一来车子就能顺利通过了。想想我们自己还真是蛮厉害的，不但会跋山涉水，还会造桥补路呢。天啊，在接近38度高温的烈日下挥汗工作，真的是一场体力与耐性的考验。921大地震的余威，想不到在东部山区还是随处可见。哦，人地震天，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总会被我们转出来，转到一条路出来。哦，来，过来，谢谢。
大出去。不要不要，这边可以。可以啊，直直去就好，直直去就好。不要不要，过来过来过来这里。打直去就好了，直直去就好了，直直过去。你太过去了啦。哎，压这里旁边没有关系的。还要加重。现在现在。还是很高。加油加油加油！太高了，太高了。资料不行了，我们车丢这里了。真的没有路了，断掉了，路基下陷，严重。啊，我看我们这薄链的，我们都去啊整理一下，我看该要带的就带下去了哈。好。哎呦。那还有三个小时天就黑了，两个半小时，他能不能在天智赶到河床？哎、哦，真的要在那边扎营。波比哦，哎呦，天气慢变快，最重要的。大家装备都弄好了，好了，好了，都点一下，到齐了哈。好，带齐了啊。OK， 好，到齐。OK，OK，OK、okay, okay, okay.。他那个清水哈，那个水桶不要带上去了。不要，你就带你要喝的矿泉水就好了。OK， 好 ，Let's go。我要做个海浪。由于再次遇到崩塌的路面，我们只好放弃四轮的交通工具，改用波链的。两边长得比人还高的芒草证明。这条路已经多时未再有人走过了，但我知道越是难走的路，也就会有更多与外界隔绝的资源等待着我们大冒险家去探索呢。后面危险哦，主石流的地方啊！这一路走下来高的危险哦！啊，我的下来是危险的，回去就很累了，会累死啊！哇，哦，好，直上差不多200，哦，那跟陆路差不多了。哦，走，哦，看到河床了，我们下去吧。走，找个场我再去。
到了，好暖了，到了大峡谷啊！阿宝，现在是到第一个大峡谷了，你看，哇，大河床，到了，千辛万苦，赶快趁天黑之前，我们赶快扎营哈。费尽了千辛万苦，走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山路，我们一行人终于得在天黑之前到达了峡谷里的河床上。这时虽然大家都累毙了，但是想想不先好好休息和补充体能，明天又怎么上路呢？看着大家各司其职的正忙碌着晚餐，我也总得想想办法帮大家加加菜。于是我大家去战神，二话不说马上拿出我最拿手的看家本领，这可是既美味又不用花钱的天牢啊呢！瞧瞧我手中钓起的这位超过25公分的大苦花，爱钓鱼的朋友们是不是看得口水直流、两眼发愣啊？告诉你哦，想要跟我一样体会到苦花狂咬的滋味，那可是要花很大的代价的。五星级大饭店哦，这个要煮什么？那不要，那留着你。好，我们这个不剁肉呢，猪肉呢？你是要红烧还是？白切？白切肉，还是回锅？哦，猪大哥真厉害。唱上把大猎回的把菜烧。做事要比女人强，山上都是这样的好儿郎，城里的先生们哪里比得上，哪里比得上。你过水了呢。No, yeah. 请问那个炊事班长，今天我们是几菜几汤？三菜一汤。分菜一汤哦，好了，量要多一点，不是饭煮多一点了。很大锅，高腰。我们真的走了几个小时。那猪肉，那白斩肉可能还没熟。那个探望的地方到这到河床，我们走大概两个多小时哦。对啊。哦，快退退了。刚刚在河里面洗了澡，哎呀。就是今年出外景以来第一次在这个野外河边洗澡，哇，好舒服，好凉快，我最喜欢夏天出外景。好，大家开动。好，太好，谢谢。8点多了，来，辛苦了。哎，辛苦了啊，他吃多一点啊，饭吃很多。闻着香喷喷的野外大餐，我想大家真的都饿了，好好吃个饱，好好睡个觉，因为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清晨的薄雾，潺潺的流水声，伴随着昨儿个夜里未熄的萤火，我发现有队员竟然不睡帐篷而睡在石头上，却也能安安稳稳的一觉到天亮，这真是太棒了。以天为帐，以石为床，我们这趟任务又添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大伙儿在整理好装备之后，马上出发往资本溪第一大峡谷展开溯溪探源之旅。吃饱了，我们大伙就上路吧。那个大家都准备好了没？对啊，我们要动作快一点哈，我怕这个风云变色。早上吹那个热风啊，我们现在先下去哈，
要去看几个景点，那大概对一个小时之内哦，工作完成，然后赶快回来，因为我们还要到，到第二个峡谷，所以说大家动作要快一点哦。那个营地先等一下，我们撤回来之后再弄 ，OK。清晨七点，我跨下了在资本溪的第一步，这才发觉溪水是那么的冰凉，不但暑意全消，而且通体舒畅。这也许是大峡谷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吧。这个是那个大峡谷的一线天，一线天哦。哎，哦，怎么写？一条线的，开玩笑的。哎呦，明了，漂亮哦！好，漂亮，很壮观啊！壮观，你看它这个整个是一个大山谷嘛。哎，哦，然后所有的这个有没有它的气流和水流全部集中到这里？对对对。出去，哇，这个如果是遇到那个洪水的时候，哦，壮观哦。对啊。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哎，它这个以前也是一个水，一个河吗？啊，对，有火山嘛，有火山，哇，那个水没有了，对，我看到好像有瀑布的痕迹，哦，这个四面八方的这个空气啦，啊，哦，它那个水都从这边冲出去嘛，落山风的，所以刚刚感觉那个风有点热，对，哇，没有了，哎，那个山羊从这边可以跳到那边，哦，可能可以，可能可以哦，啊，哈哈，三个跳。整块岩石呢，哦，就是岩石的那个，好像是啊，从中间这样被切割，这样有没有一条缝这样出去？哦，青山哪来有几啊雕旁啊？哦，听得懂吗？就有一条山沟，好吧？那我们哎，那我往下去了，往下去，好，好，走了，走了，看下面的瀑布。石壁那里，哎，哦，好像灯泡，哎，真的好像灯泡，真的，是不是钻石？钻石了，没有了，那个是石英啊，石英啊，哎，你看它刚好一个洞里面哦，刚好一个发亮的东西，啊，真的好像点那个电灯泡一样，附近都很多呢，上面也有啊，它这次好像都有石英矿脉了，对哦，一层一层这样挤压的，哇，好漂亮，我过去看。这里嘛，哦，这个是不是？对。啊，好漂亮，好像钻石哎，六角形的，这边都是，上面都是啊。对啊。哦。哇，你在上面看，哦，这个最漂亮了，这个，里面差不多这么大，我看差不多三颗了。三颗啦，因为我有一个五颗啦的蓝宝石，所以我看这个差不多3.5颗的到4颗啦了。哇，哇，漂亮嘞！它刚好是一个洞里面，这边也都是啊。哦，哎，它这个这样经过的人那么多哦，都没有看到哦。有没有来吧？不能，不能了。哇，这边过亮，你的角度那边哈，我过去看。再看一次，好像灯泡。那个角度的话呢？哎哎，有没有？老角度，一个洞这样。阳光照射。哎，一个角度。哎哎，就一个角度才开有，这边就没有了，就这样。好亮。亮哎，它自动发亮的啊。不是，角度的话呢？对对对，有光线这样。光线。哦，太神奇了，杰克。把它留给他吧，这是好像是大峡谷之宝，不是大峡谷之心。我把它取名，那颗3.5颗的叫大峡谷之心。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那个叫什么之心？啊，海洋之心，就是大峡谷
不是，人家那个是十几克拉哈，这个把它那么点，是是吧？哦，红绳往前走。真的吗？你相不相信这边的石头会流那个牛奶？你不要乱讲，这骗我！你看，你是这个，还把这个，还有那边，那边还在流。这个不是啦，这什么牛？也像啊。这个叫做听说武侠那个什么武侠小说里面有写，那个叫石祖，讲的没错了，石祖你懂不懂？石头里面流出了牛奶。他、那个书上写说吼，你喝了一滴那个石祖吼，会增加一个甲子的功力。一个甲子是什么？就是60年的功力。哦，好厉害哦！那你要不要喝喝看？喝一滴，我保证你拉肚子拉6天。你还没喝，石头还会流牛奶。不过也真的有点像。哇，漂亮的这块石头，你看，画面那边那花纹这样有没有？一层一层像，好像鱼，有没有？又好像海浪，有没有？好像波浪一样，漂亮的。一层一层的，对啊，好像阶梯一样。对啊，大自然是很神奇哦。啊、真的，我相信哪会流牛奶。这其实我真的反复的，我现在上不去，还要上次去，我要接一个那个有没有？不管把它接一点点回去。喝看的、啊、没喝过。我大冒险家里面我什么都敢吃呢，每次什么东西我拿在嘴里面吃。那现在就哦。原住民的想象力真是丰富，大自然的一切奥秘与变化，在他们的眼中却是如此的纯真与简单。小青蛙，你蹲下来，你们这边的石头不只是会生那个牛奶，还会生青蛙，它会不会打扰它睡觉？不好意思。怎么一直喊？一直尿尿。这没关系。我们上次有抓一种青蛙哦。那个蛇交关带带我们。它会尿尿，不能弄到眼睛呢。对。其实他吃的东西都是算一种很毒的东西，很毒的东西啊，昆虫类的，昆虫类。哇，他掉，记住。我看到了。你看，那不是瀑布吗？瀑布到了。是他带我们来看那个瀑布的。谢谢你啊，小宝贝。对，他不怕人就在送小青蛙回到水里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发现了瀑布就在你脚下不远的地方，于是大伙就赶紧往下游走去。小鸟小 baby， 这个掉下来的啊，这是什么鸟啊？这个好像那个好像会叫那个啾那个嘞，对，这好像是我们一大早那个一大早这个对，以前我们原住民老人家讲说是报时钟早上啊，对对对，起床鸟，时钟鸟啦，原住民的时钟鸟，就是好像我们那个乡下那个公鸡哦，对，一大早就会，它啾叫，还有时间性叫另外一种这样，是啊，时间还有下午早一大早。一大早还有下午都会叫，早晚叫一次。时钟鸟，时钟鸟，深山的时钟鸟。你们原住民的，对，老祖先就是不用靠它叫，都靠它就是。以前都没有鸟什么的，在山上就靠鸟类啊。哇，你看，掉下来，蓝色的哇，对，看它的羽毛，蓝色的，大部全部蓝色，漂亮嘞。它这是，它这是小宝贝，你看它的那个小宝贝，它的毛还没有脱哎，从这个山上掉下来的啦。啊，在这些石头，它喜欢在石头缝做窝啊，做巢。被风吹，它这是属于这水鸟一种吗？也不是，喜欢在大。哦，喜欢在那个河边那活动，吃小鱼啊，吃小鱼。啊，我钓鱼的时候，我看是不是全是黑黑的，那个穿着蓝色的光芒这样子。对，很大只呢。对啊，是不是河鸭？为什么？你远距离看的话，它会发光。你看，哦。哇，漂亮嘞！它长大一定好美。它长大，它的毛会像这个全身蓝一样。哇，它妈妈，你看，大只。你看它的妈妈会来找。
要你碰到我，那掉到水里面去。对。那妈妈找不到你，然后在这要这边等他妈妈回来吗？对啊。啊，那你看怎么办？会叫啊，他妈妈会听到。他的鸟窝在哪里？在这里。对啊。在这个鸟窝。不知道在哪里。那怎么样送回去啊？啊，他上不去。没有，他的妈妈可能回来会找他。就放着这样。那我们就给他放着。哎，对。他要不然我找一些昆虫。妈妈就会负责会叫，他妈妈听到会来。找一些昆虫来，这样来喂一喂再放着。哦，对对对对。我的帽子就给他做鸟窝，送给他做鸟窝好不好？好了。啊，我的帽子给他送，给他做鸟窝，好不好？哎，他说，你看，他们家好乖，哎，好乖哦，鸟窝哎，报时鸟，报时鸟，好，好了好了，我们给他放回去了，好了，放回去了。哦，脚是蛮长的，哦，脚好长，看在吸水，哇，跟那个报时鸟。就专门吃溪水，浅浅的抓那小鱼。你看它的爪子，哇，这个算小的，就是小兵，差一个多月左右，一两个月左右。跟你说的一样，就是它脚很长，它就可以在水里面这样活动哈。白鹭鸶漂亮，不吃那个泥巴的那个。漂亮。会摆面孔呢？哈？会摆面孔呢？是哦。我没去哦。我没去哦，你凶凶呢。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回家了。找你爸爸妈妈。找你爸爸了哈。我给它放到那个后面。在河床上不期而遇的这只小雏鸟，事实上它的正确称呼叫紫啸东，是属于东科类的鸟类，分布于东南亚一带，喜欢在溪谷活动，是以果子以及软体动物为主要食物。我虽然不知道小雏鸟是如何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急着要回家找妈妈，于是我将他放回安全的地方，希望他能尽快的回家。但愿他快快长大，等下次再来的时候，能看见他在溪谷中展翅飞翔的雄姿，和听见清脆悦耳的叫声。哇，真的真的，鬼斧神工，哦，你看他一般好像水找到那个凹陷的地方，好像。滑下来，滑下来，嘿！哎呦，真的哦！哇，看到这很凉快，很小心，下面冲冲呢。下面还有一个呢。下面还有瀑布。嗯，还有一个瀑布。等一下带你去看。哦，对对对，我听说这边有两个瀑布。好好好，等一下再去看哈。陈老师，他们是这样的。相对的。相对的啊，像他们是谈恋爱。夫妻一样。夫妻一样。一个男，一个女。一个男，一个女。你是以它的形状还是它的？是一对，一对啊，对，反正一对的，你是说男的女的，对不对？哎呀，真的很有想象力哦，原住民。哦，你常来哦，这里啊。常路过。常路过，常路过。你是回家还是要去出外访友？路过，哦，漂亮漂亮。望着如珠帘般垂挂在悬崖上的白色瀑布，我不禁发自内心的赞叹：好美，真的好美，美得不知该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它。Oh!
正，哎，你看有没有很漂亮？哇，这很漂亮嘞！它这水域不一样啊，是只是这样两边这样，石头这样，交叉。它那边是直直的。这个以前有人来这边拜拜嘞，拜拜，拜瀑布。我怎么知道？啊，我懂你意思了，他就在这边休息呢。就是在那个瀑布下面这样。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差遣输的人去。啊。我。也许有人会问，这样不会冷吗？如果我说是热的，你也许不会相信吧。其实当水的力量冲打在身上的时候，就跟手掌拍打皮肤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有点刺痛又有些温热，难怪会有人利用这种方式来做医疗，蛮刺激的呢。这两个全世界独一无二同时存在一个地方的瀑布，听说还被人取了个什么龙凤瀑布的这个名字。安哥摩嘞，这么美的地方竟然被冠上了这么俗不可耐的名称，阿里玛帮帮忙，难道就没有别的可以想的吗？我觉得倒不如蓝包口中的南泥瀑布来得自然而恰当。既然这里是属于原住民的地方，我想我们就用原住民的形容词吧。 OK， 真想不到这个堪称世界奇观的避雷猴所在就在我家隔壁，真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据说在921之前有路可直通河床，所以应该有蛮多人欣赏到这里的绝妙风景，只是相对的也多了一些文明所带来的后遗症。如今路断了，大峡谷终于又得以回到千百万年前的宁静。时间不早了，若不尽早赶回去的话，可能天色就会太晚。我们尽速的整理装备，再度出发了。回程的路似乎也不那么的轻松，但是我们尚未一窥大峡谷的全貌，怎么可以轻言说累呢？说到累，还真不是普通的累，这种集体瘫痪的画面，还真是第一次在大冒险家的节目中出现。慢慢，没有关系啦，打打打。打
够了。好。不要了，好，靠右，靠右，靠右。看那边，看那边。OK，OK。哎，过来一点。过来，过来。那边，那边，靠那边了，靠那边走。那边没有空啊！等一下，靠这边，靠这边一点。哎，对对对对 ，OK。由于摄影组的工程车并非是四轮驱动的，再加上胎纹已经几乎快磨平了，所以三不五时就掉卡，必须用人推或是用吉普车来拉动才有办法前进。这一趟任务，我看不单人类。连车子也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行行复行行，走走又停停，等到我们攻到山顶再下山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今日的行动就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明天等天一亮，我们再拼一拼看看吧。在经过一夜的充分休息之后，大伙个个神清气爽，体力充沛，迎着美丽的阳光，继续朝着第二大峡谷出发了。四二三，阿姆多湖的哦，你看，哦，哎，这个叫做凤蝶嘛，黑尾凤蝶，黑尾凤蝶。啊，我们那个好像我们叫一块，我们小时候叫一块。那一块钱？对啊。为什么叫一块钱？以前那个人家好像有做标本没有？啊，那时候一个一个不同价钱都不一样啊，我们都专门买这个，因为以前一块钱很大嘛。哦，这个黑色的凤蝶就一块钱了。我们小孩子的简称。哈哈。好，一块钱，一块钱再见。他现在很安全的了。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抓蝴蝶。好，往上走了。我们会不会这个镜头一拍出来，人家就来这里三搞四搞把它搞光了？对啊，有可能。应该不会吧？要不他，不过我相信他也要发出相当大的代价。我们走了快七个小时。对啊。哇，那所以说你看这里真的不怕人呢，啊？哇，上面都大家。哇，天哪！他真是太奇怪，我不了解这里的面。哎，这里的鱼可能哈一辈子都哈。不知道哦，说这世界上有鱼钩这个东西哦，哦，没有见过，没有见过鱼钩，哦，太正常，这是他讲的，我讲，就我们这里人一辈子都不了解这世界上有鱼钩这个东西存在，接近尽头了啦，啊，这水都很小，对，哦，这水很平，哎，奇怪，怎么这里的水比较小了？是下雨水比较大？那当然是下游的水会大，越到。镜头和水就越小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下这个水一到到半路，它会渗到地底下嘛，对啊，对不对？对对对。哦。OK， 赶路了。好，赶路了。
看见澄清的苦花从我脚下清澈的水中游过，我仿佛可以看见他们快乐的表情，这真的是他们的天堂。这边什么？这边啊？两边。这两边啊？哦，你说你们台湾族的旧部落？对对对。那时候以前的部落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两边。哦，那时候大概有多少户？听那个老人家说200多户。200多户。嗯哦，你已经过了，还听老人家讲？这个我没有经过啊，哦、都是听老人家去。哦，这是历史、啊。而且那个前面长辈都带我过来这个地方。哦，来这边凭吊就对了，对，来看看，不要忘本。啊，你有没有听老人家讲说什么时候迁出去？民国2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就移到哪里去？移到嘉南。哦，嘉南就是我们去找你那个地方。对，哦，那个是部落了。像我们卢凯的那个旧部落就是嘎巴族啊，他们现在都每年都干了国桥哦，应届毕业生都要去那边寻根的。他这个叫过去叫做嘎鲁湾。我们叫嘎巴族，人家嘎鲁湾。啊，叫嘎鲁湾，对。人家嘎鲁湾。嗯，这个两边。哦。哎，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卡巴里瓦那个旧部落旁边有你们一个台湾族的部落叫阿定部落？阿定部落听说过？有听说过哈？有。那证明我们那边讲的没错。有啊。那你知道我的三弟名字叫什么吗？叫阿定。阿定。就是你们的部落的名字。哦。酋长的名字哦，头目的名字哦。阿定，我们叫他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阿定树藤呢？树藤哦。嗯。我很有力那个树。树藤啊，那个可以喝的。我每次出外景山上，我专门在对付树藤，我都很喜欢砍那个树藤的，我要练刀了，我都很厉害，好又不能乱砍，它是代表我的。谈到历史，谈到迁移，我和蓝宝虽然不同组，但走的路似乎都是同样的路，一条辛酸而又漫长的路。望着四周的青山翠谷。可以想象当年的嘉南部落是什么样子的风貌。这个才是真的哦，新开的，这个才是新开了，对吧？哦，这表示说河当健不健康嘛，对不对？健康，这样河健康，哦。是要是有被毒过的哈，都变白了，都死掉了。嗯，这个，你看，南湾苦瓜啊，这个是这边的，都好大。这个青苔，你看，哇，好嫩哦，粉嫩的，然后翠绿，可以吃吗？确定？小鲜美，确定？确定。很顶呢。我知道苦瓜可以吃，我不知道这苦瓜吃这个东西我可不可以吃，是吧？错误的示范。在头上，你那边一个斧头风草嘞，对，是吧？我看，很奇特的这个。哇，他怎么这么选地方啊？对啊，今天才六月多。哎，他怎么是最早的？六月多，嗯，最早的哦。对，拿过来那不是？大部分有的是那么早。奇怪，他怎么不会？不像以前我们去抓都是长在树上，我是第一个发现在石壁上，石壁上也可以哦。有啦，不过是很少。它现在因为它不会攻击人，就是因为它里面风有的比较少，它比较不凶。哎，不然我们下去找一个钉子，还在这里做节目。像上次我们就是第一次来去做那个资本大峡谷中午石洞，不是被虎头蜂攻击，那是最凶的时候。那是几月？是在11月吧。11月哦，它那时候最凶，毒液最强的时候，最浓的时候啊。对，现在是最乖的时候。现在最乖，哎嗨。虎头蜂，我们来了，我们要上上面去，很远呢，辛苦呢。10月份再见面。你这个家伙不安好心，10月份再见面。
城到了，到巴黎了。是你要来带我来的地方？对，巴黎门到。这个是啊，我们称它迎宾门。哦，迎宾门。嗯。哦，你就是说，这就是你。你有跟我讲说这里是那个猎人的禁地，对对，是也是你们排湾族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对对对，哦，对，所以这个地方很少人来，对，哦，你有告诉我说来这边要怎么样？要拜拜，拜拜，哎，首先，还是说你有跟我讲说不能大声讲话，对对，哎，不能唱歌，不能唱歌会下雨，唱了歌会下雨，难怪这样，我稍微音量大一点，马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那好，那我们赶快拜拜喽！啊，跟主灵拜拜，好不好？好、啊，那个来，那个香蛇，记得来此之前，就听说了大峡谷内有许多的禁忌。在听完了蓝宝说明之后，我更加怀抱戒慎恐惧的心，入境水署膜拜一番，清香三柱，薄酒一品，聊表春心。希望这些主灵们原谅我们打扰他们的清幽。阿哥，我他们说话，我们在做，那我来看看嘛，是几斤？阿姐，那平常在云南，把这些把它打过来，我来逛啊。不够的，在这边。到哦，到那个慢到的，这些抓皮到了。我家三十几，我们要给他们给那什么新人，好看我打拉鼓。你曾经告诉我说，这里是你们部落。说称之为说古战场，哎，对对对，什么意思？因为很多原因啊，包括也是这个溪流，哦，为了这个溪流的资源，资源里面的鱼类啦、鱼虾啦、螃蟹啦，还有水，对，就是你们以前的部落跟另外的部落，哎，经常有发生的关系，经常不是发生关系，发生摩擦的摩擦，哎，因为为了这个。对，我们就不要不站着，我们都是爱好和平，就是爱好，这样你不要来侵犯我们，哦，嗯、欺负我们，我们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当然会抵抗啊，啊、哦，是，要保护自卫，对，自卫嘛，要保护我们村庄部落的安全嘛，哦，哦，那个这个真的是，状况，历史之门呢，哦，什么历史？哦，啊，真的。还没光复之前。哎、那我们大冒险家是所有台湾的所有外景队里面第一个来这里拜访。第一个到迎宾门，最迎宾门，最高的队员。听说你们这里的神明哦，哦，这个传说了哈，很灵，很灵，很灵，相当灵。譬如说。再次听完了蓝宝的陈述。可以想象当时战况的惨烈，人间的不幸随处可见，任谁也料想不到，在如此的深山绝谷中，竟然也有着这么一段不为人知的悲壮历史。过去的就让它付诸流水吧，我们要的是安安静静、祥祥和和的未来。你看看这石头全部都是一样青绿色的，哎，这下我都成焦了，成焦啊，中间那个尖尖的桃子好漂亮，嗯，好像哎，好像猴子还是狗狗，小狗还是猩猩，你看，哎呀，有没有这个石头有嘴巴、眼睛、鼻子、头尖尖的，好像猴子哦，这样子的，现在开始都是，再进去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祖孙的那个。第二个是大峡谷，哦，就是大峡谷一定的那里。人家讲了蝴蝶谷，哦，蝴蝶谷就是蝴蝶谷了。哦，这个
跟我们刚刚一路走来的那个溪谷的形状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整个这样缩小了。对，因为下面都是一种比较平坦的，它这边开始都是峭壁啊，什么大石头之类的。这边的话，大石头那么多，那我们这困难度更高了。对啊，所以说还是进去看一看，自己要小心啊，因为我怕它石头滑。对，因为硬度够。太硬了哦，你鞋子都会比较滑。还有，我就担心天气。对啊。啊？这不能开玩笑的。对啊，打雷哦。我只能拜拜。你看，这天是一半是，一半是白的，一半是蓝的。对啊。好，我们已经整整走了七个钟头了。是吧？现在一点。一点都没有打折扣，不是灌水，不是吹牛的。现在一点多了，1:08了。好啊，现在赶上去吧。哦，那我们就是看这个天气，如果说真的不能，我们就再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为了收视率，啪啪皆辛苦。啊？嗯。掌声鼓励。哦。哦，刚刚我们的第二次又再来，中伏了。对啊。好，第二次再来。嗯。不是，哦、我说绝不再来西。我赶快去那个水里面冷却一下，我这让这米磨得快啊！危机啊！危危机啊！好，那赶着赶。哎，站住了！哎，子哥，你看看这个石头，真的是不一样哦。嗯，不一样，就是西瓜石。哦，西瓜石哦。啊，对对对，好像。我这西瓜石硬度很够的。对。那个，你看那个上面。还有那个恐龙的脚印吧？啊，是那个爪印的，是不是啊？好像恐龙的脚印。欸，真的很像哎。啊，就这样子看过去。哇，那看到这么大的一颗西瓜石，那不简单了。这最是啊，差不多有100吨了。超过。啊，硬度够。你这个比较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成型。哦，啊，然后是不是给它成型的时候刚好看到恐龙？是不是翼龙啊？你有没有看那个电影那个 dinosaur 有没有？那个鼻子长的，它那个有一个鸟笼，有没有鸟？啊，一爪王，好像它的爪就是这样，真的很像。它刚好就停在石头上休息。哎呦，哇，真美！哎，等一下，我们这没路了，怎么办？要高绕。高绕了。翻到那个西瓜石上面过去了。好。种种的难关，正当我们外勤队小憩的片刻，就在对岸的乱石坡上，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只正在觅食的山羊。啊，到那个公路，它变成没办法了，都黑暗了，黑黑啊。对啊，因为如果像平的话，吼，还可以很勉强看，在天黑。不过山那样大石头，都大石头。啊，我知道你们担心也是有道理，我们也是很担心的。对，我们装备都带着的。然后时间也晚了，现在3点多了。对啊。没有，我们沿路从学校走到这边来，走快走了，走不动。啊，不过对，还有剩4个钟头。我不知道，不过在中午时没看到啊，但是能够来你们这个台湾族的圣地哈，这样走一圈哦，那我们算是很值得。而且平常讲，这一次是我们大冒险家哈远征最长的记录了，有没有？你也知道吗？我们以前还有什么千层洞啦，或者是那个碧露温泉，不是碧露温泉，那个露露温泉，都没有这次远呢。对，这次真的是老远了，也很累啊。高难度了，就是大石头，真的高难度了，真的。你说那个中午时啊，我们这次留在下次了。啊，这次来这边
跟你那个台湾族的那个猎人的基地哈，来这拜拜哈，来朝圣啊，那也算是成功，我们也是很光荣啊。谢谢你了，啊，马友，马友，那一路平安的这样到达这里，啊，那也许是你们台湾族的生命叫不要上去了，天色在变的，啊，上天比较危险，哎，危险了哈。好了，谢谢。谢谢了，好，南宝，南宝，你们都是排湾族的勇士，我的偶像英雄。好，我们下山去跟他们会合了。不堪回首来时路，大峡谷这一趟下来，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耗去了不少体力，但却也发现了不少的东西，忘不了这里的青山和绿水，成群的苦瓜，每次小小的发现，都是那么令我大大的感动。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与泰马里大峡谷有了这次世纪之约。至于你如果问我下次还会不会再来呢，我会肯定的告诉你 Yes, I will.